在转圈圈是不是有了？对对对对对对。有了哈。待会就带你们看现场。得意在后面，得意在后面。你去找他们啊。首一则是让他找了12年的男人贵处高冷型餐酒馆老板，所以这两位呢，终于可以在今天好好的不哭不蹲来跟大家在一起。你有没有感谢他证婚人士？来来来来来，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可以破吗？我要今天出现，爱情有很多种，有的很有的。来，我们先从左边开始，其实有的会非常会有一个最后的 ending， 但或许有很多的时候，你怎么努力？可能会被人家看到，可以有所回报。对，曾经10天试验2年，这次找到了就不会让你走了。但到底可不可是守真 CP？ 好，来，你跟直播的朋友也挥个手啊。对，直播的，然后还有一个 IG 举手的那边，然后还有我们的粉丝今天有到场的幸运观众朋友，好，谢谢。然后接下来我们让来我们再这边好，好来，好。接下来这对呢，就知道在里面呢，从第一季开始，从校园甜蜜的谈恋爱，上面的告白那个激吻，他们其实非常非常的高。欢迎得意 CP 杨雨腾跟林子弘所饰演的得意。大家都知道，雨腾饰演的周淑怡非常高超运气，大学4年终于在一起，后面他们又会输的世德在里面，两个人就这样子没有牵手就刚走进来了，贝壳在。好啦，我们这祝福感情就是好啦，然后转过头来跟大家感受一下今天，然后这一对呢就可以知道他们爱恨情仇啦，在5年之间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没有看戏大家都还不知道。来，我们先请左手边开始，然后从因为高士德终于在5年之后回了家，从美国回来了，但回来了之后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两个又是怎么样第一次的见面，以及这个对于刚毕业刚在一起，然后就面临毕业，面临两个人这个状况，到底是去对待他们之间的爱情 ？OK 了，那你们要不要跟直播的一个挥个手？一个直播是在这边微博，有另外一个是 IG 的，好不好？在这边好 ，OK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第二队你要第二队再来一次，是不是？好，来，我们把麦克风来去跟现场观众还有直播前的观众朋友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我们从 Erica。角色才有 you， 还是先有 you 才有这一个所谓日文的设定，就知道先有 you， 我们开始有这个设定。大家好，我是罗德宏，我饰演的是刘明伟。大家好。OK， 好，接下来。大家好，我是李琦，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石哲宇，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是林子弘，我在戏里面饰演是高士德，请多多指教。大家好，我是杨颖玉，我在里面演的是周淑怡，谢谢。饰演餐酒馆老板裴守一。大家好，我是石之田，然后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于真轩，请大家多多指教。好，其实，我们今天的大家，好，所以呢，因为我们已经第二季，其实大家对于角色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大家，譬如说我们的表嫂。因为他现在已经荣登全世界，称他为表嫂。那表嫂已经成为一个在第一季众所皆知的表嫂，对不对？好，所以好，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来中间两位，我们从第二季从校园的时候非常的多，里面一个呢爱而不得，一个又要感受背叛，只是聊一下这个的心情跟中间。你要譬如说你想要聊，你没有爱而不得，你现在还没得。你还没得，来，我们请爱而不得的。他不是爱而不得，他是
他的痛苦和纠结是来自于他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亲手毁了他。对，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我还有资格再继续爱。我下了一个这一个，好，那你听到那个？就是他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然后他以为被背叛，很多对周岁对高士的很恨的那种感觉，那跟第一季完全不同的感觉在里面。好，所以人家有先拍啊，完全一个女王范儿这样子。OK， 好，所以，那你觉得在第二那个士德觉得就是总有觉得在第二季的 You 他有特别的那种放在那边，让你觉得说啊，你其中毁了这个东西，他对你恨意在吗？你看到他会有什么感觉？倒没有。在几年尴尬都是一种氛围，是不是？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他们这一对是刚刚讲，因为已经有了感情上面的联系，所以到第二季的感情一直到第二季就是一个12年的纠缠的部分。好，我问一下，这一位就是从校医到了开酒馆，两边什么样不一样的改变？不一样身份，对，白头不在，然后其实第一季孝义裴守玉他算是一个蛮神秘的人物，然后他的篇幅其实没有说及，碰到了这个浪浪，终于找到他。其实我觉得他是有个伏笔在裴守玉这个人物，因为可能大家觉得他是情感障碍，但是爹一定是受过某种伤害，然后其实在爹名的历史当中。慢慢的，裴守玉会打开他的心房，所以，他或许，对，因为其实，没有，因为其实情感障碍的东西，其实我可能要从角色的动机去写他前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会有裴守玉他有受过伤害，所以才选择对他周遭人是很冷漠的，对，我觉得像我起，然后替这个角色有同理心之后，才能把裴守一这个。OK， 所以我们自己听到了孝一裴守一自己 Q 了一个第三季的部分。好，但是呢，是有吗？真的有吗？我只是想说应该会有。就我们认真的。如果有的话，好，我出力。你说什么？你出钱？太熟了。OK， 好，反正我们就互相挖坑。大家有听到就是其实这一对。在昨天前天演其实还很感人，非常非常感人。好，所以这一个是有情感障碍，但是不知道急于一生。为什么大家一直担心表嫂一直蹲着，膝盖会不会不舒服？然后以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设定？角色我觉得很吸引人，然后也很压力的地方在于说，他有亚斯伯格除尿情节，抑郁，对对对，然后又有边缘性人格，哇，急于一生哎。然后那时候就在想说，那因为毕竟并不是要走那么写实的那种社会的那种，对，所以那个角色的做法就会一直在犹豫，到底应该要怎么让他有到那么沉重。所以后来有在剧本上面看到，佩瑜姐有描写他的一些坐姿啊，然后也有跟导演讨论。后来就有去设定他的一些胸，然后让他拿东西的姿势都是不一样的，拿杯子，因为杯子对裴景木，那我拿杯子的姿势就让他固定一种，就双手捧着，因为是一个很爱护的状态，还有可能看裴守玉的眼神也做调整，主要是这样去设定。你跟他看他的眼神会怎样？看他就有点飘过去，然后看裴守玉的时候就是会一直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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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看我。眼睛会说话，对不对？眼睛说看我，看我。所以其实大家发现，我们刚好看到了一点点片子在同一个时间拍摄，但是我们其实人物角色关系都不一样。如果回去看一下第一的时候，其实裴守玉他那时候在第一季要往左下角看一下，回去拉应该跟着谁？他从那时候就想我，有一直想我妈想，对不对？好的，好，在里面呢，说让我们欢迎这对健康长大的伟仪 CP。大家好，我是健康宝宝。对他们这两个到底什么时候搞在一块了？然后第二个是为什么毕业了之后高士德的怎么会到了周淑玉的公司？我吗？他啦，他啦，对对对对。你知道什么叫中心吗？应该周淑玉，什么叫中？他知道，他
他知道。怎样？他知道。他知道。怎样？哎呦，确定我知道。设法进去那个特助这样，然后我这样子，因为我怕他就是跟着人跑了。所以这是一个看管的过程。对，看管的过程。OK， 那身为一个一直被看管的评委，从那个游泳社长一直到公司的法务，怎么样？就是妈妈被这样管的开心吗？哦，因为我跟那个哲宇的关系，我们其实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嘛。那他可以看到我的不足，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一种互补很长的一种关系跟爱情这样。所以他看完我，其实我就很可以理解说啊，其实这个人平常对我凶凶的，但是其实他这个举动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应该会有很不一样的表现，以及更成熟长大了，生那个发脾气的样子也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会期待第二季的部分。那身为一个副职辈，到底怎么看这一群人？来，我们请Eric 对，在我的旁边来讲一下 Eric 之前那个为什么大家一直叫你去拯救地球，不要来管你儿子，为什么？这个事情不用担心，不会拯救地球，还会管他们，管好儿子，对不 对, 对？所以你们大家知道我们爸爸之前的工作是什么？那个拯救地球的那个叫做天降的咸蛋超人啊，奥特曼啊，所以我们才想说爸爸不要去管奥特曼，而且那个总你知道吗？你惹到人家的爸爸，人家是拯救儿子，去弄人家。拯救地球交给你，你儿子交给你。啊，你跟他们俩对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因为有很多的争执冲突在这里不一样。你跟儿子的亲情的部分，还有你跟儿子旁边抢走儿子这位男人的对视，有没有？其实还蛮。现在还是反对。这个片名。对。就是。这季我们会有一个传给周爸爸的逆袭。OK， 好，哎，所以你们跟爸爸在一起，哎，你们之前有认识吗？对，跟他认识很久。对。对。你看，现在话都还留比较长一点。我们讲一下那时候，因为要找一个日本爸爸来演你的爸爸嘛。对。对不对？那你有想象到会找个乌托邦爸爸来吗？没有想到。然后就是要，因为我跟他常见面，然后他就有一天跟他吃饭的时候就常见面，然后他就有一天跟他吃饭的时候就长这个样子，跟他对戏的时候的那个有没有一些好玩的地方？我觉得爸爸很可爱。你不能看儿子可爱，看爸爸也可爱。他还没讲完呢，还蛮反差的。大家到时候看片的时候，我觉得爸爸会吸一波粉。对，爸爸这么帅气，儿子也才能这么帅气，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要让爸爸来过一个关卡。原谅。快就原谅了，不行，这里面有好多关卡要过的嘞，是不是？他都不原谅了，吵翻了。两个都要，他说两个都要。对啊，所以就没办法两个。来做选择。他刚眼神先看到哪边了？有。他刚。我处理。好，所以呢，做一个挑战喽，看看能不能过关，因为能够让大家能够被认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来帮我们做一个挑战，好不好？在第二季当中，好吧？我们的爱神的剑，我们先让爸爸鱼先来，来，我们其他往后退，退到我们好爸爸，来，你来看一下，没有了，你要先给爸爸，你要先来互相深情告白一下。好，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来一个。那个爸爸，我们要在这边来看一下他们够不够资格在一起。譬如说，你说哪没，他们就会不行了，好不好？好，可以开始了，好的。好，好，首先就是我要先很激动的，因为上一次的活动，看着我讲，你可以对他讲。我说啊，好，上一次的活动你不在，然后我其实心里就觉得，虽然不在，我们要一起奋斗的感觉，然后是会让我觉得我心里就是真的很在意你这个人这样。然后，知道你的工作很忙碌，生活就其实我会很想要帮你一些。所以徐哲宇，我爱你，我希望可以永远守护你。可以亲了吗？哎，你还没跟他那么
告白、欸。里面那个角色一样，一直在我身边守护着我，然后对我支持跟鼓励。有你，就是总是这样子守护着我，对，然后给我支持，还有爱，我也爱你。好的，两位这样子，爸爸，你觉得有过关吗？可以吗？可以吗？你觉得 OK？ 哎，不是，他是觉得。你们觉得 OK 吗？浪漫吗？你们尖叫一下，我们听一下，你觉得 OK 吗 ？OK 吗？可以 ？OK 吗 ？OK， 好，可以。那我们弓箭的，对吧？弓箭，弓箭的部分拿给他们。好，那我们希望伟星呢，在这一段的部分可以好好的。好，这两位呢，就看起来都五连拍了。我想这辈子大家都没有人拿过弓箭拍五连拍过。好，现在来，要压一下，要压一下才有量哦。准备好来，一连拍，第一个。好，来，希望左边晃到右边了，让所有人都可以找到。好。好，第二连拍，第二，来。好啊。难道我刚刚叫你没练习，练习。来，第二个。好，现在运针这个就在后面想。好，准备好，来第三个姿势，好，第三个姿势。好，快，第三个姿势。好，来最后一个姿势。饰演的也就是一个这样子非常不一样的，在里面他到了第二季一样会成熟，是一个法务，然后也是一个要承担他们关系的男人，慧慧的结果，你的逆袭让大家知道。好 ，OK， 下一单位的部分，我们就要请你们两个要怎么对彼此告白，然后那个请把爸爸的那个再送上来。哦，我们有三把，对，三把的，好吗？来，怎么说？好，于圈圈，笑场了。我们发现，只要你很正经八百看着他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之前就会很羞，然后很活脱乱跳，对不对？他眼睛，于圈圈，很感谢你找了我12年。我就有一句话想要跟你说，谢谢你找到我。好，你充电对不对？裴守一，虽然，但其实对我来说，12年就好像我睡了一场觉，而我醒过来，所以12年不是永远，12年就只是明天而已。OK 吗，爸爸？你觉得都不够感人吗？ Okay 吗？真的很感人，对。他们很感动，不是？爸爸 ，OK 吗？不 ，OK。OK， 好，那我们把这个中间的部分也送给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哇，他们到底会怎么样去等待被等待的人跟逃跑的人？其实曾经他们有讲过，就是。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最温暖的。好，来自己拍到第二个他了，然后可以看到，就一个人，当你当初的时候把他捡回家了，就不能不管他。捡回家了，就不能不管他。就像我们在里面有些预告片里面讲，不喜欢我，对，就不要，不要管我，就不要你。突然觉得这一对应该也可以有一个好好。你们最后摄像你们自己两边直播，一个直播跑到这儿了。好，哥哥，两个直播跑到这儿了，两边直播，可以去射到大家的心里面。OK， 好的，好，谢谢两位，请带着你们的箭往后坐。好，接下来我们送第三箭给他们，先拿着没关系。箭先给他们，先拿着没关系。然后我们送上第三把箭。
就大概比花那个比较好。这一把的水蓝色，是我们颜色是什么色？水蓝色，水蓝色跟紫红色代表。我们已经让。中间看完了之后，来往右手边看。
你们的右手边，你们的右手边，来，你也可以看到举手的大哥这边。好 ，OK。好，来左边再来一张，来左边再来一张。哎，那我们是请主创的部分一起上来跟我们拍一张大合照，好不好？来，导演，导演，导演，来，导演，导演，然后佩宇，还有我们的制作人潘新慧小姐，是的，好，来来来，好，来你上来，好，然后还有我监制特别好，是的。因为为什么要赶快结束拍照的行程？因为我刚刚被推到最前面，你知道，在他们每一个人的旁边拍照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每个人的脸怎么都那么小，是，所以呢，我们把最好的东西留在戏剧里面，让大家想。一人一句话，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讲述一下，就希望让大家去锁定变美丽些，而且长大了真的很多东西会不一样。我们是从我们这边开始吧？对对。我先来啊。哦，森林姐先讲啊。就是希望大家都会喜欢第二名逆袭。在第二名的逆袭中，我跟瑞嘉之间的情感会被完整的呈现，加上了播完之后还会有个番外篇，会把我们在我的高中时代、他的校园时代的故事也讲出来。那当然，得意他们也会有，好的结局，一个很甜的东西。那我在非常得意的是，我们倒退从没有了。对，就也不错的东西会发生的。很不错的，就爱情有甜有苦嘛，都是会发生的。好，那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第二名的逆袭，然后在里面我们每个人都长大了，然后对于感情跟爱情有不同的看法。那希望大家可以在里面一起感同身受，然后一起激励我们所经历过的，希望你会喜欢。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从边来尾鱼。好吧，好，来，谢谢大家对 WBO 的支持。那就是第二季是大家都成长的一季，那我们经历的课题都越来越深刻，所以相信大家也会都非常共鸣。所以就记得锁定 VTV 每周五。对，而且非常谢谢罗罗，他是我们的国际翻译组。Oh, hi, hi guys. 对啊，国际翻译组会在不同的时候帮我们去做那个英文的翻译的部分。Yes. 对，然后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然后第二季也再次 Please keep up the good work. We will not disappoint you. OK， 好，接下来你请。Hey, you can't just walk around like this. Hello, how are you? Spanish. My goal is to fight Mr. Second. Gracias por su apoyo. Muchas gracias. Muchas gracias.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Oh, you're very good. Okay. Good, since we have 8 languages, next, let's invite our Chinese representative. Taiwan, okay? Chinese representative, come on.你可以用日文，你可以用日文。对。第二名的逆袭。应该是。楽しみにしてください。勇敢追求你的爱。勇敢追求你的爱。好啊，宝宝在跟大家讲说，勇敢追求你的爱，全球粉丝要一起来追求你的爱。好，那接下来儿子来。Sweet， 从 logo 一个游到现在，要叫大家看啊。三个字，こんにちは。
2位の学習が始まるので、またシーズン1とは違った、みんな成長して、仕事をして、まあ、大人な、大学生とは違うような裏切りだったり、ストーリーがちょっと、重めの話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まあ、それもそれぞれの役が社会に出て、いろんな感じるものがあったり、プレッシャーだったり、そういうのを。OK， 可是为什么我是主持人？为什么你讲日文的时候话都那么长？ぜひ見てください。所以子宏他在讲什么？哦，不好意思，刚刚那个说的 M 吧，听不懂。我倒傻。我倒傻。好，那所以日本我以为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好，帮我们翻译一下哈。那接下来子宏。我们第二名的逆袭跟永远第一名，第二季跟第一季的痛调非常不一样。那希望大家，当然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第二季。那第二季的痛调会跟第一季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沉下心来去感受角色的成长以及角色内心的世界。非常感谢大家，谢谢。最后导演，你要帮我们讲一个。都讲过了，讲过了。好，导演最后，因为编剧说他只会那个被抓唱歌了，所以要等一下。好，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支持我们第二季，然后第三季会很快跟大家见面。哎，导演说话。好的，非常谢谢大家，我们希望下次再跟大家见面。对于我们开始呢，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8点 VIP 的部分会跟大家抢先播出，然后隔周转面，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有不同的活动或者是不同的直播，请大家继续来 follow 我们。然后也非常谢谢今天的 IG 前面的观众以及微博前面的观众。那最后我们是不是请演员到 IG 前面跟大家 say hello， 再到微博前面跟大家 say hello 吗？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莅临，然后呢，来请大家那个来现在那个去跟。去哎，一边左边是 IG， 一对一对过去礼拜新给人家吗？好，微博的 IG， 好，这算是一个给一个非常棒的鼓励。你不跟我一起啊？好，然后这边左边 IG， 左边 IG， 哎，左边。好了，爸爸。勇敢追求你的爱。哎呀，勇敢追求你的爱，然后这边。Hello， 微博的朋友 ，Hello， 大家好，爱你的声音。好，接下来来今天的微博，来我们期待在台下。哎，我们请问一下，这个明天有要拍单访的单拍照吗？看他们在讲什么，你可以看。那我拿去玩，给你拍一下。那你这个要拿着，你拍，用这给他们。那我们跟演员的部分要先等一下吗？都给我们。好，谢谢所有的演员。可以转过来吗？可以。好，别忘了，哎，我们先两个人先来拍照。要怎么转过来啊？要怎么转？这个吗？这个吗？有相关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或者是我们的周边商品。要怎么回转？我们刚好的在发 story 啊 ，sensory 的视频，我们就会出来。好厉害！我们音乐的部分都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演员，好，可以让台湾的东西让全世界可以看到。左手边，像他们好像会要把手机倒过来，帮我们这样好了，好不好？对啊，然后又在后面，来中间，然后下手，然后做你可以戳他，戳他，好，还有我们中间，然后我们的右手边，好像广角，没有广角啊，广角吧，举高一点，对，举高一点，可以的。好玩的，然后你们记得哦。你有没有广角啊？喂，没有广角，有来了，有广角。好，不好意思，我们这剧组非常的欢乐，所以一边在拍照，一边在直播当中来。好，那我没找到吧？没有。
那我们要好，还有哪边？没有，就我们拍照的时候可以，你们可以看一下。聊个天嘛，感情可以，我们可以聊。先左边好。他们像老婆啊，老婆了。左边完了之后再。哦，这是老礼物的意思。爱你们。中间之后。裸裸好帅。裸裸好帅。老婆。李杰很帅。有多少个？李杰很帅。多少人？好，接下来好，瑞佳，瑞佳，瑞佳。一个男的吗？第四，好，瑞佳跟之前，哎，之前被 Q 上来了。好，你们下面继续玩。哎哎，张雨晨，哎，老婆，不能一直动，你这样会累，你们这样。老婆来了，老婆。来，从左手边。哎，我儿子过来了。还有中间。来来来，右手。你今天很帅。然后瑞佳跟之前表示，其实到时候你们在六年一起的时候应该看得到，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相处。哎，好了，你应该要跟子彤在一起。OK 吗 ？OK， 还有谁 ？OK 哈，那后面我们要听你们一点。好，再单飞的，再单飞。哎，这是不是反的？没有吧？最佳一直想要回去直播网，然后也中间好奇怪的片段，我们四个人在干嘛？就是我们最佳哥在剧中的时候呢，是这么神奇的反的。但是呢，在戏下的时候呢，又是另外一个欢脱，已经有很多人截图他的表情包，看到他灿烂的笑容，所以呢，一方面要非常的帅，然后又有情感上面，然后现在私下又有手边，在里面的之前应该会让大家炫的这个角色，要跟他们聊天，五十万的是的 you， 现在好，那这是张瑞佳，瑞佳，好，对，尾鱼，尾鱼，尾鱼还没有，再来尾鱼，尾鱼。拍照啦！对，拍照，拍照，拍照。好，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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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有人，好，我这边来，你从再次，好，右手边。好，接下来请来，我们请那个罗罗。要拍到洞洞吗？好，罗罗。然后很多网友在问说，请问一下，唯一写过的情书什么时候要出？就是片尾的时候，你可以在三月初的时候，我们将会有第一。李嘉秀在里面有跟守着这一对 ，OK， 走开，好，我们要旋转，怎么旋转？怎么旋转？让我旋。好，来左手边。好，看你们。好，中间。看过了，对不对？看过了，对，循环。不是我们快速移动还是累？对，人的心都就是会不会累？哈哈哈哈哈。还差1.05的时候。就直播了。问一下，其实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是从感受到他们这个长大的样子，然后刚好穿上西装的那一刻起，其实你会知道他们其实要承负的一些责任跟义务都不一样了。OK， 来，先从左边开始，两位眼神还眼神从你的左边，再来右手边。做的啊，所以我做的时候一定要抱开心一起来。第一季，第二季开始，而且你可以看在开会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你们可以好好的欣赏。好，谢谢大家，谢谢嘞，欢迎 Team 媒体部分上台。好，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粉丝，还有我们今天莅临的贵宾朋友们，所有的媒体上台，谢谢大家。然后请记得帮我们 hashtag 一下我们的，帮我们到我们靠过去一点，到树立看树立后面好的。可以吗？现场的，现场电子媒体可以吗？可以的话，麦克风等喽。